那不够酸啊你听见。我怎么觉得他们说话总时不时要夹杂着英语还是哪种方言啊，可是我听不懂。好的，就是比如说你好了，他这个双餐啊，前方有危险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哎，比如说你倒了，你就要叫了，就可以叫了。等等，没撞哪一个？等我打个饮料啊，你别急，因为我怕他们复活报仇，知道吗？我不急，后面来人了。没捡76啊，你自己捡，我都没捡，在隔壁藏，知道吗？姐妹跟着我这边，怎么姐妹？跟我就完事了，那你吃香的喝辣的。跟我。漂亮姐妹，补了，后面还一个别补了，有危险，去把子弹换好，不着急，反正换。你这一号又没了，一号你在搞什么飞机啊？你我要坐下一次，你在演员在哪呢？给我拿吧。没有啊，一个都没有啊，一个家伙都没有，笨蛋也没有。姐妹啊，有导丢，别动，有个人蹲了一下，我不确定他是在房顶还是在哪。16子，这个16子真的有。没有，绝对有，你信我，他在房顶，可能在房顶。对，没有啊，又蹲一下，我又听到了脚步。啥东西飘一下头啊？哎，姐妹给我打包快点！我操！哎，快跑！有雷，姐妹快跑！我丢了个雷！